逃出来！这怎么办呢？我知道，但是有人陷害我。珍妮，你是说那些血流吗？只要他们。我不明白你跟他们的关系，你始终没告诉我。 是谁？干什么的？那天你不在家，房东太太也不在家，他们那帮人来找我。 我叫 Jacky， 在地库夜总会打鼓的。你们来，待会你。听你的女朋友说你的拳术很棒，是一家钻石店的管理员，还是后备警察。哼，所以，我们兄弟对你很赏识。 你的意思？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我们很想请你一起玩玩。一起玩玩？嘘，别那么大声。一起出去混混。你们怎么打我的主意？你是个人才。你们找错人了。 证据很足，黄色外套，指纹像我一样身材的替身，再加上我是后备警察，有手枪，所以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，警方是不会相信的，明白吧？ 加了一项逃狱的罪名，马上找他们。到哪找？地库夜总会。
你们为什么要陷害我？我给你们有什么企图，有什么目的？我不知道，快说！否则再……你一定知道，一定知道。是的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那天我们去找过你以后，一上楼，通你就对我们说，他不肯加入。 这是消息，现在让他看穿了我们的底细，这事情可就大了。要知道，他不但是个硬汉，而且还是个后备警察。Tony，你的意思呢？我们先整他。什么？整他？不先整他，难道还等着他先整我们吗？ 我赞成，但是用什么方法呢？哼，放心，一切我都会准备好的。你们看清楚他那件黄色的衣服了吗？嗯。你们看清楚我临走的时候跟他握手了吗？对，你的皮手套上还有他的指纹呢。别这么大声，还有，我们有一把警察用的枪。 决定干他一下。他决定以后，我们就计划陷害你，因为所以这明就顺利的进了监牢。这都是通你主使的。通你，他现在在哪里？我已经跟他分开了。那么，做我替身去劫杀的人呢？ 叫Peter， 他在哪里？他在海旁岛拆车厂工作。每天几点钟上班？早上8点钟。
昨天晚上他有没有回来？ 我睡得很早，我不知道。 他的女朋友呢？ 我也不知道。 他们一定在一起。 从来不认识你，但是你却帮了我一个忙，让我吃了一个星期的皇家饭。哼！所以你今天来回报我，我必须要找你。啊？这不是我的主意，是通尼指使的。因此，我要你带我去找通尼。啊？找他？只要找到他，你就没有事，因为你只是我的替身。对不起，我不和他在一块了。 等等，你喜欢做替身是吗？嗯，好。如果找不到Tony，你就去找。哎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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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
为什么要越狱出来杀人呢？是不是他有反常的心理啊？难道这与他的案子有关？对，现在不必研究他的因素，先把他抓回来。 通知新闻处、各电台、各电视台，通缉这个逃狱犯方志明。 冒险。
他们一定在一起，他的女朋友呢？越狱出来，目的就是要找到了我们，所以我们要先下手为强。对，先下手为强。老大，这次我们怎么做？暗中跟踪他。 就是莉莉的家，你去找她。嗯，你在这儿等我。 抓到你的大哥聪明，你想走，你还想出卖我？不，我不是。那你为什么要逃避我？说，我怕戴维斯看到你。 Davis， 他就住在隔壁，万一他看见了你怎么办？证明。 我知道你是来向我打探线索，是吗？但是别在这个地方谈。在哪儿？来，我们到别处去说。快说，托尼他究竟在什么地方？干嘛急成这个样子？ 我跟你说几句话好吗？当时我很爱你，但是你却爱上了同屋的天哪！为了要夺到你，我想出了一个办法，利用我们的大哥托尼，我告诉他你有一手好功夫，又是后备警察，而且。 是我的男朋友，于是托尼要我带他来找你。我想，你要是肯加入我们的话，我就能接近你，甚至于得到你。但是没想到，事情弄得那么糟，他们竟然下毒手。证明，这是我的过失，把你害得这样惨，我真对不起你。别说了。 我没时间听这些，快回答我的问题。老实告诉你，证明，自从托尼这样残害你以后，我就不再跟他在一起了。你不是说他的同党 Davis 住在你隔壁吗？是的，你可以去找他。怎么找？他常常在我家附近那间静电中心鬼混。 静电中心，证明。
你是不是想找我？你帮你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什么？弟弟这个贱家伙敢背叛我，他不但损你，而指方正明去找戴维斯。好，马上去通知阿铁。我一个人进去，你在下面等我。好，你当心。 听我的话吗？你说。离开我，马上离开我。啊，
为什么？看来我会遭到长期的逃亡，警方追捕，黑帮暗杀我，但是我又不能不抓到那个罪魁，不能不替自己伸冤。 所以，以后的日子一定不堪设想。你不要跟着我，你暂时回到澳门家里去。啊，不，为什么？我不走，我死也跟着你。为什么不听我的话？我已经绝路了，知道吗？我不管，你跟着我没有好处。我死也不管。天哪！ 方志明的消息了，走。国王就醉，桃花宫，韩素梅生来好。我是探长，这个人是不是住在这里？ 据我们所得的情报，他跟他的女朋友是住在这里。啊，是吗？探长，不错，这个人是住在这儿。证明，警察在上面找你。 警方的包围，证明，别怕，你快走，我们公园见。 七号注意，方志明驾着一辆电单车从光明里的小巷冲出去了。好，我马上通知各分队。Over。 Thank you.
你时常缠着他，他也不爱你。这次，你又出卖了我们。我不知道什么叫出卖。你见了他不通知我们，反而给他线索去找戴维斯，这就是叫出卖我们。童女，你太寒心了。 不愿意加入我们，这也不是他的错。但是，你们竟然下毒手，害得他这么惨。你叫我怎么能对得起他？你们又怎么能对得起我？现在，看你们还有什么阴谋，还有什么毒辣手段。好，就看看吧。 现在起，我们的搜索网扩张到郊外去。怎么样？不值钱。不要紧，我去找房东太太借。 去跟房东太太借，他肯吗？他一向对我们不错，会肯的。好，你上去吧。你别跑开，在这儿等我。 看错了，不会错的。我看着他们从这个方向跑来的，没有道理嘛。他们两个人怎么敢回家呢？还电单车呢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要碰一碰机会。将军，我们去通知附近的弟兄，走。嗯。 Hey!
你们像逃亡一样，怎么办呢？不要紧，只要找到那个流氓头，一切就都解决了。真可怜。好，我马上拿钱给你。那这是300块钱，你快拿去吧。啊，赶紧还给你。哎呀，你快去吧，别让郑明在楼下等得太久了，给警察发现了。嗯，我马上去。回头到青山去。嗯。糟了，没油了。哦。怎么办呢？不怕，离这不远有油站。加多少油啊？5块钱。现在报告本市新闻，有一名逃狱犯叫方振明，从赤柱监狱越狱逃走。该名逃狱犯性情凶暴，这个人的身高5尺7寸半，体重约有150磅。这是他的照片。若市民发现该逃狱犯方振明的行踪，请马上通知就近警局。青山见。
田娜，有位天大小姐找你。哎，我是。哦，好。我们不能再逃亡了，而且我们知道这一切行动都是犯法的，所以我只好瞒着她，找你。别难过，你说下去。 你们现在在什么地方？在青山，青山酒店。好，你等我，我们马上就赶到。啊！
动搜索。Over。探长。嗯。目前我们只知道一点点内情，现在我们还需要好好的调查他。他太惨了，他太惨了。冒险逃逸出来，本想申诉自己的冤屈，但是他一方面受到警方的追击，另一方面又受到那帮黑社会的追杀，我们几乎没有办法在这片天地容身。放心，当我们了解真相以后，我们一定会帮助他抓到那帮陷害他的人。哦，你们真的会这样吗？嗯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哦，谢谢你，探长。跟我上车，把详细情形告诉我。那他现在怎么样？不要担心，警方已经去追他从正门进去，但是我想打听我女朋友。你女朋友？她怎么样？她哪还敢住在这儿呢？今天警察来抓你，她恐怕不敢回来了。哦，赶快走吧，别给我们添麻烦了。哪儿去了？不知道。哎，我告诉他你已经走了，也告诉他今天警察来过的情形，而且也告诉他不要来住了，免得再麻烦。哦，谢谢你。哎，他怎么样了？金屋的伙计叫他不要再住在那儿了，所以他就走了。哎呀，只要能从海里游回来，一定是谢天谢地了。在哪儿？
是探长。啊，有没有证明的消息啊？哦，他没有事啊。啊，又到金屋去了。大概在什么时候？一个多钟头以前。啊，探长，怎么样才能找到他们？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找到他，而且我们要帮助他解决那桩案件。啊，好，谢谢探长，再见。探长马上通知各部门。哦。哎，还好，没有被海水淹死。送茶来了。等等，我现在光着屁股呢。
找 Tony。 好，我带你去。难道我不要命了吗？好，慢灵。
我不会打死你，这样你告诉我通缉在哪。他说，他说，快说出来。我告诉你啊，通缉正在这家船厂工作呢。本区巡逻车注意，本区巡逻车注意，十四号公路附近发现有枪声，请立刻到目标地附近搜索。Over。Oh, my God.
事件已经水落石出了，你们对方振明会怎么处理？对于他的遭遇我们很同情，但是他仍然是犯法的。哦，嗯，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应该循着法律的途径去处理他的问题，现在他个人的这种行动警方是不会容许的。没有一点点动静。但是这条偏僻的后街却仍然留着许多年轻的身影，他们没有受过教育，没有家庭温暖，更没有人指点一条正确的道路。于是在魔鬼的引诱下，他们堕进罪恶的深渊。黑色的地带是他们生活的所在，残酷的搏斗是他们生存的条件。你可知他的情人，看不清他迷失中的人生，听不见他窗中铃的呼声，
到心碎片片，只见到点点泪意。归宿，你可知道的亲人？哎，大哥，今天晚上全靠哑巴砸了他们。要没有我们的丽莎做香饵啊，他们也不会上当啊。他们以为可以拉到丽莎，谁知道给哑巴一拳。哑巴真行呐、啊！你们猜，那些手下败将，他们现在干什么？哎，哎呦，疼死我了！哎，大哥，别气了。别气了，他妈！对方的小妞没挖着，你们一个个都唱成这样子，被他老板看见了，你像什么话？那个大块头哑巴是什么地方来的呢？不知道。哎，他的功夫真棒啊！我看非找周志强来不行了。嗯，周志强，他行吗？他呀、好，打得好！小老虎，大哥的话没跟你吹牛吧？小周，打搅你了。搞什么鬼？哎，我这般弟兄，他妈的不相信你的功夫，我特地叫他们来尝尝你的滋味啊！幸亏你没丢人呐！哎，你看看那个，真混蛋！哎，小周，小周，不是不登三宝殿，我今儿来啊，找我打架是不是？对方来了一个哑巴，身材高大，功夫好，我们哥几个不是他的对手啊。所以我这，小周，你知道我有案底，怎么能再出去搞事？我他妈的给干掉不就没事了吗？顾兄，别他妈的婆婆妈妈了，今儿晚上9点，我在郊区露天餐厅等你，喝啤酒啊。请客。你今年21岁了，知道吗？嗯。对不起。今天我很高兴。真的吗？当然了。真的。祝你生辰快乐。谢谢。希望明年的今天我们已经结婚了。去你！
门不利，这帮臭小子也在这儿。哎，我们换个地方。嗯，来，等等。爹爹，我去点支歌好吗？啊！要是咱们打退堂鼓，多丢人呢、啊！哎，而且咱们还约了周志强也到这儿来。嗯，找地方坐。嗯。拆我们的台子，哎，干掉他们！不许妄动。今天是我妹妹生日，我要使她快乐，不要使她吃惊。不错，免得让珍妮看到我们的丑恶。听着，老大吩咐我今晚不能动粗，不要叫我的珍妮吃惊，知道吗？哎，周志强来了。小周，哎，小周，哎，来，坐，哎，好像蛮热闹嘛。嗯，事有凑巧，回头再跟你说。哎，坐下喝，喝酒。哎，你怎么喝？哎，小周啊，买包烟去。嗯。小周，你不是买烟去了吗？啊？我没买。哎，看见一个女的，就什么都忘了。啊！厅长，现在是熄灯跳舞，灯一熄，大家在黑暗中找舞伴，看你们有没有运气找到心爱的小妞。熄灯！熄灯！熄灯！